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掀开经本第149面，149面最后这一段看起，看这个注解的第六段，行愿平云，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云翳，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天人皆应礼敬，一切众生悉应供养。当知此二经亦表之，亦表悲，日以此二种为横阔，正是富贵双修，悲智合一，功德无量无边。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要紧的这个我们这个注解是姜维农居士做的，我们是从他讲义里面揭露下来的。那么他对我们的劝告是不会有错误的。那么这些劝告的话都是对于学教的同学们所说的，如果是专修净土啊，他就不是这样说法了，那对你有特别的赞叹。而在学佛同修当中，实在说对于经教有兴趣的人是占很大的一个数量，特别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劝他念佛了，他总觉得不太甘心情愿，这一句佛号天天念这个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味道啊，所以不如啊，许多经论呢，那个里头五花八门呢，很热闹啊。所以他这个话是对学教人所说的，告诉我们《金刚经》与《华严经》，乃至于一切大乘经典，有不能分割的关系。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一段时期当中也讲了好几部经，都是大乘重要的经典，虽然不算太多，但是这个意思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得到了，这是相当的难得。我们对于净宗法门，净宗隋唐古大德说，这是大乘当中的大乘，了义当中的了义，无上甚深经典。那么这些话我们乍听起来
好像啊，这是净宗的大德门自己夸耀自己，这些言论未必能叫我们初学的人听了之后能够点头肯定地接受。这什么原因？我们对于经教知道太少，知道不够深刻，像近代印光大师所说的这个净土法门，要不是深通教理之人，他不会相信。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相信净宗啊，他的条件是深通教理啊。念佛之落，念佛真落，要不是真正下了功夫的人，你不晓得念佛之路。真正有功夫的人啊，念佛路非常快，叫法喜充满了。由此可知，这个知识分子要想学佛，还一定从教理上、经教上下手。他才能够启发信心。那么也有一些根本就不通教理，听了净宗法门，他就深信其理，他就真干。这些人呢，实在说也不在少数。这是什么回事情呢？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经上所说的过去生中善根福德非常深厚的一些人，遇到这个法门呢，人生欢喜心，一生呢也一定有成就。我们明白了，对于这些现象就不会有怀疑，不但不怀疑，看到之后心里面欢喜赞叹。请翻过来，我们看底下一段。善道大师言：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是为诸佛如来普度法界一切罪苦众生平等成佛之第一法门，是有因知之者也。这一段话我特别把它补充在江居士这个注解的后面。对于念佛人会增长信心，因为我们念佛的理论方法都离不开金刚般若，可以说都是在实行金刚般若。善导大师唐朝时候人，在传记里面说了，他是释迦牟尼，他是善导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化身了。
如果是弥陀化身呢，那这个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在哪里会有错误呢？他的话说，如来所以心出世，这个地方讲的如来，意思是说，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如来，不是指一尊佛。所有一切诸佛，他们为什么要出现到世间来？也就是为什么要应化到世间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这个意思，我想同学们大多数都知道。佛出现在世间是为了度众生啊，度众生要用什么方法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为一切众生宣说弥陀本愿。海这个字是比喻，弥陀的本愿无限的深广，所以比喻作大海。那么由此可知，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实实在在讲的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那么佛为什么又说了那么多许许多多经呢？说那么许多是因为这个法门给他讲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于是用无量无边的法门来做方便，来做引导，引导一切众生呢同归弥陀愿海。所以古德说，千经万论处处直归，归到哪里？归到弥陀愿海。这才知道这个净宗法门呢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世尊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皈依，皈依哪一个人呢？当然是阿弥陀佛了。那我们要做的是弥陀弟子啊，这是诸位同学必须要知道。你皈依哪个？我皈依某法师，没意思啊。你问我皈依哪个？我皈依阿弥陀佛啊。我教导你们的通通都是皈依阿弥陀佛的啊，你们不是皈依我的，皈依我你就错了啊，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我们是皈依阿弥陀佛，我们通通都是弥陀弟子。这两句话很有名啊，善导大师说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弥陀本愿海啊，就是说的这个无量寿经。而无量寿经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重新汇集，真正做到尽善尽美的版本，这非常不容易。这部经从汇集处流通到今天也不过是半个世纪，50年的样子，不算太
太远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苦，比起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苦。诸佛菩萨特别悲心，为我们呢这个选择这样好的一部经典，使末法时期的众生一直到佛法灭尽之后的一百年，这一部经还存在世间，度无量的众生啊！只要有缘见到这部经，能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他就决定得度。实实在在是诸佛如来，说诸佛如来包括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普度法界一切罪苦众生，一切罪苦众生都能在一生得度，那个善根福德具足的岂不是更容易得度？此地讲这个罪苦众生，是讲造作忤逆十恶，如果遇不到这个法门，他这一生当中绝堕地狱。这样罪业深重之人遇到这个法门呢，这一生都能得度，不但能得度，而且平等成佛，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真正叫难信之法了。你说地狱众生得度，还有人能相信？这地狱众生成佛，这个人相信的人就太稀了，简直不能叫人相信。这个法门是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的第一法门，我们能够把它认识清楚，真的知道了明白了，这就是大福德了，这个福德因缘不可思议。今世有应广为弘扬，令在在处处皆有此经，则在在处处皆有三宝加庇农田拥护，即在在处处皆获安宁矣。这个意思我们不能不知道，不但要知道，而且要深深去体会。佛法是平等法，法是平等，理是平等，可是人情不平等。人情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不平等啊。不平等呢，就造成佛法弘扬的障碍。不单指现前的社会，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真正是不辞辛苦啊，在五印度啊，我们想想那个时候交通不便，没有交通工具，完全要靠走路。师尊当年在世，印度人没有穿鞋子的，赤脚了，从印度
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吃就走啊，比我们现在不晓得辛苦多少倍。我们今天走路还穿鞋子啊，那个时候的弘扬顺不顺利呢？不见得顺利啊。社会上96种外道，虽然这些外道都被佛降服了，所谓降服了，辩论的时候他辩输了，有些不错啊，这些外道的首领到底还是有修养，他是真的佩服，真的输了。底下徒众还有不服气的，那不服气是口里头没有办法不能辩论的，心不服，于是嫉妒障碍是不能够避免的。这样外面的环境，这个社会环境，那么佛的智慧大，福报大，虽有障碍还能够克服，佛法的弘扬啊还算是顺利，里面自己僧团里头也有一些不听话的卧比丘，这个经上记载的六群比丘常常在僧团里面捣乱了，给僧团带来麻烦，那么这是僧团里面有一部分人也是嫉妒障碍。不过以后我们都已经知道，世尊那一个团体，无论是听话的、老实修行的、顽皮、调皮捣蛋的、天天找麻烦的，通是诸佛菩萨来实现的，不是真的。那是现的，那为什么要示现调皮捣蛋？咱不示现那个，释迦牟尼佛就不制定戒律了。这戒律怎么兴起来呢？佛看到，哎，这个人做错事情了，定一条戒律，以后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了。他是用这种方法了，使世尊制定戒律，就故意做这些破戒犯戒的事情啊，以后才有一部完整的戒律。通是佛菩萨啊，不是真的，这个是作奸犯科的。可是佛灭度之后到今天呢，这个破戒犯戒的不是佛菩萨实现的了，那真正是造作罪业，真的要堕三途啊！啊，这就是我们应当要晓得。所以古人常讲，好事多磨。不要认为我做好事啊，我存好心做好事，应该就一帆风顺了，不见得。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无始界以来烦恼习气没断，无量界以来我们造作了许许多多的罪业，我们跟一切众生结下许许多多的冤仇，这一生我们没做坏事，前生再前生生生世世呢，那保不住啊！不要说做别的啊，
跟这个一切众生借别的恶缘了。我们举两个最简单的，一个偷盗，一个杀生。我们能说我们没做吗？偷盗没有偷大的，人家这里一张纸一个笔我们拿来用一下，没有告诉他就拿来了，这都是偷盗啊。哎，用完之后我再放到那一边，那还算是偷盗啊。那个偷盗的这个境界非常危险。那么在日常生活里面，对于公家的东西，想在政府纳税，总得想个方法能少纳一点税，那就是偷盗。没做，有这个念头就是偷盗，那偷心，那你有偷盗的心，虽然没偷盗的事，已经有偷盗的心。杀生，说没杀生啊，问你有没有吃肉，那个肉也不杀生，从哪来的？吃肉就杀生啊。在过去那个老老年头了，大概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这个年龄小时候我们住在农村，农村里面呢吃肉很少，大概半个月才一次，几个乡村里面杀一头猪啊，那个树上挂一个幌子，晓得哦，今天那个地方有猪肉去买了，半个月才一次。那个杀猪的人呢，他在杀的时候低着那个猪的耳朵在念咒啊，你们都不晓得。他念的什么咒啊？他说：“猪啊猪啊，你莫怪呀，你是人间一刀菜，他不吃来我不宰呀，你向吃的去讨债。”你看杀猪的人啊，把那个责任统统推到吃肉的人是，你不要怪我，他们要吃我再杀你嘛，你向他们讨债。这是欠的命债啊，欠的这个钱财之债啊，这是生生世世不知道给多少人借的这些冤结。存好心做好事，哪能够一帆风顺呢？连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办法做得一帆风顺，这就是说明了无量劫来冤亲债主不晓得多少啊。所以这个总得要晓得怎么样消业障，凡是人家来找麻烦的，或者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他来找麻烦的这一笔就勾掉了，消掉了。如果心里不服气啊，还有怨恨心，这没消掉，不但没消掉啊，还又加上一点利息，这个事情麻烦。那你看世间人谁不是这样搞法呢？不明事实真相啊，明了事实真相，我们存好心做好事，他来障碍，阿弥陀佛，这个障就消了，逐渐逐渐消了。所以学佛要有智慧，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时时消业障，而不再造业障，这样就好。所以这个弘经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要有智慧，要有耐心，要有善巧。有善巧方便，你这里阻拦，那个地方走通了。
啊，尤其是现代，没有地方讲经，没地方讲经也没有关系啊。我坐在家里一个人摆开电录像机，我录了之后带着可以分送啊，还是弘法利生啊，还是普遍弘扬啊。啊，许多人逼迫你没有办法，我可以躲在家里写书啊，那书写了之后印出去也可以流通啊，善巧方便很多很多，不一定要有形式啊，形式的确容易引起嫉妒障碍啊。嫉妒障碍实在讲都是名闻利养，我们名闻利养通通都不要了，你要的我通通给你，你不要的我来做，这就没事情。可以把这个障碍化解到最低的限度，处处要学忍让，知道自己业障深重，不怨天不尤人，欢欢喜喜过日子，这个才是佛弟子，才是真正的依教奉行。那么在这个时代，这经世为什么尤其应该广为弘扬呢？古时候读圣贤书，每一个人都有道德的观念、伦理的观念，纵然是为非作歹，他的确有一个底线啊，他守住一个底线。所以那个强盗抢劫杀人，他也是有，就道也有道，他也不随便杀人，他也不掘人后路啊，抢人的钱总还留一点呢，给你做路费，你也能够回得了家，那就是他的道啊。啊，他不会把你抢光，抢光的是一点道德都没有了。从前他懂得啊。不像现在人，现在人没有伦理观念，没有道德观念啊，所以天下大乱了，人造的业重，将来堕落感的报非常非常之苦。佛菩萨这些圣贤人，他们看在眼睛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弘经重要，要挽救现在这个时代，实在讲离开佛法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要用从前这些圣贤人的教诲，这世间人也常说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要培养一个人伦理道德观念，要从小，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是从小培养起来，还要家庭，要社会呀来合作。今天即使有这个环境，从小来培养，但是家庭不讲究这些，社会也不讲究这些，他在学校里学的，回家再看看社会，老师你教我这个东西没用啊，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你教我这做干什么？
你才晓得，这才叫真正的危机。所以今天实在讲呢，只有用佛法，只有用宗教来奠定基础啊，然后再建立这个世间深浅的教学。今天除了这个办法，实在想不出再好的办法。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几乎我们常常能见到老人家的呼吁，劝人身心因果。如果人都能相信因果，其实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不是恶说人的，它是事实。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啊！如果能想到这个善恶果报，大概人起心动念、造作行为啊，自己会收敛一点。为什么呢？现在造的是很痛快呀，将来果报不好说。啊，能够想到将来果报，不敢为非作歹了。啊，因果能够救世界，因果的道理唯有佛法讲的透彻。金刚般若讲因果，甚深的因果啊！无量寿经讲因果，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夏老的会集本第32品到37品这一段，可以说是专讲因果报应。它的内容不外乎五戒十善的果报，持戒的善果，犯戒的恶报，那么这个地方这一段的意思就在此里啊。现在这个世界什么人这发心舍己为人救度众生呢？发心出来弘扬佛法，你就是做这个事情啊。没有人干，我一个人也要干，除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事情那就没话说，我知道了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做。能有志同道合的那当然更好啊，会做得更起劲。没有志同道合的，一个人也要干。啊，我在许许多多地方啊，这个地区弘扬无量寿经，许多年来啊，就是我一个人啊。有讲无量寿经的，但是用的不是我这个本子啊，用夏老的汇集本呢，就是我一个人啊。所以以后碰到黄念祖居士，我们两个人都非常欢喜啊。啊，他在国内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啊。
他也没有遇到第二个，没有想到跑到美国去还遇到一个，所以他非常欢喜啊，我听到也很欢喜啊。这个是我到北京看他一见如故啊，能够有十几八十十个八个人一块发心弘扬这个经，就能弘扬全世界啊。我们认真努力地去做，自行化他，纵然不能够消除世间的劫难，我们有信心这个劫难可以能够减缓啊，或者这个劫难的时候能够降低，这是我们很有信心的啊。所以应当要做，应当要发心啊，这一发心就得三宝加持啊，令再再处处皆有此境。这个经印的数量已经很大了，够不够？不够啊！这全世界有40多亿人口啊，我们给他打个折扣，啊，算一成吧，也应当有4亿多人呢，能够接受佛法。我们算的1/10了，现在我们这印的这一点经典不够用啊！所以应当大量的去印，大量的去流通啊，大量的去宣传，让在在处处都有这个经。那么在在处处呢都有三宝加持，经典所在之处就有龙天护持，这是强调。如果在在处处都有人读诵受持，都有为人引舌，这个劫运确实可以完成。天龙永护，就在在处处皆护安。我们要求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这个的确是一个好方法。我们细细去思维，去想象，这个方法应该是很有效果。行者当发大心，这个行者是依教修行的人，或者是依无量寿经、依阿弥陀经，或者是依金刚经都好，这都是一尘究竟了义的大经，日日为在在处处读诵，求消灾难啊。我们有没有这个念头呢？我们每天读经是为自己读的，还是为世界和平读的？还是为国泰民安读的？大概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读的，为自己读的不行。为什么说不行啊？增长我见，你晓得的，增长我执吗？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我每天不能为我读的啊，这就不行了。经是读得不错，你也是读诵受持为人演说，但是你不能破四相，不能破四见。你做菩萨，这是全教菩萨，决定不能做化身大师。你要想做化身大师呢，我每天读经为一切众生读，我每天受持为一切众生受持，我每天演说为一切众生演说的，没有一念为自己啊，那诸佛就赞叹你了。你不久四相四见不要断，自己就没有了。无上菩提不求啊，自然就得到了。这个意思很要紧啊！我们明白了，就是真的觉悟了。觉悟了，不再为自己。每天要不读经，更认真的去读经，为众生。为一切苦难的众生，求三宝加持这些人，加持这个社会，加持这个世界，求消灾障啊，灾是灾难，天灾人祸，障是业障，众生。起的恶念，造的恶业，其但在在处处可获安宁，且在在处处众生亦必不知不觉发起信心，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只要你诚心诚意去做，所谓是诚则灵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修了几十年了，这个地方人从来没受过感动，那什么原因呢？你的心不诚啊！你光看外面，你有没有自己去反省？为什么不能感动别人？你不真诚。你每一天都在那里应付应付嘛，那怎么行呢？这几天有一本《了凡四训》在这边借阅，我看楼下也有。这本书是我今年上半年我们第一次讲《金刚经》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写的。后面呢，有一部分是于敬义《玉造神记》，诸位要拿到这个书，你先看后面那一部分，看于敬义玉造神机，然后就想着我们每天干的是真干是假干。自己以为是真的，不见得是真的。这就是自己的标准呢靠不住啊。一定要用佛菩萨那个标准来衡量。才量得出来呀，我们自己这个标准靠不住啊！你读读那个《于敬义玉造神记》就了解了。就我们不是真诚在干，真诚在干，
没有不受感动的，不但人会感动啊，连这植物都会感动，动物都会感动啊。人心到至诚，这一切小动物啊都听话，都能跟他感应到交啊。啊，我们的意思他懂得，他的意思我们也能够猜想得出来呀。我们看古时候的大德，能够通鸟兽的语言，这也不是假的。已经的法师安世高就懂得鸟兽的语言，他在行学的时候在路上听到鸟在树上叫，那个鸟在那里聊天，因为他们在很高的地方看到很远的地方，他们在那聊那边有什么人来了，他在那听，他懂得，还没见到就晓得哪个路上有几个人过来了，那个鸟在聊天。不但动物能通情，植物也能通人情，诚在里面，真诚太重要了，没有不受感动的。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理在哪里呢？理是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性变现的，真诚就达到自性的深处了。自性变现虚空法界，虚空法界里面动物植物矿物哪有不感动的道理？所以我们呢要真感。假使我们在座这么多同修每一天都能够这样做，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真诚心为这个世界的众生念一遍经，念的时候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真诚心去念一个人一天念一念一念一步，能够说三年不间断，这个世界众生的业力会转。那就看我们在座同学发不发这个心，有没有这个大悲心，怜悯这个世界苦难众生。真干太有效了，此等感应真实不虚，这个话说的非常肯定。何以故？为什么呢？一真法界，刚才我说了，净虚空变法界是我们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同体故，他这个感应道叫确确实实，是基于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体。所以我如果我们真诚咒愿，一定能够感动。他自己不会修，我们带他修，我们帮他修，明心之力极大。这个带他修啊，为他修啊，就在自己的真诚
如果没有真诚，那个没有啊，那个没有效果啊，要真诚的心啊，才能够感人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在四相上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啊，如果诸位同学留意的话，我们接触一个人，这个人真诚，跟他接触气氛不一样，虽然初次见面就有很深的一个感动，我过去遇到的三个老师，这三个老师当中最殊胜的张家大师，我们跟他接触谈话很少，但是跟他坐在一起那个身心的感受不一样，完全不相同啊，这个现代人的术语啊，现在人讲磁场啊，他的那个磁场磁力啊，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跟他坐一起，我们的磁场跟他相结合了，那个得的感受力量很大。啊，那么在我们佛法上，真心诚心。那么他的教导可以说字字句句都入到我们心上来，让我们牢牢记住，永远不忘，而且还很会听话了，照他的话去做，这是一般讲摄受的力量非常强，这个就是什么叫真诚，没有别的，大师有这种摄受力量，我们为什么没有？华严经上明明地说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怎么没有呢？啊，这个就属于德相啊。哦，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天天打妄想吗？天天分别执着吗？所以把我们的德相埋没掉了啊！张家大师真诚，虽然当年在世啊，他是政府里面呢也是很重要的人物。这个政府里也有官位给他啊，他跟我说过，在私下谈过，我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啊，被他们拉着没有法子，只好去应酬应酬，这不得已去应酬的，他心清净，绝对没有这些虚荣的念头，心底真正清净啊！这是我们要明了的，我们要相信的，我们要认真学习啊，知道的明心的力量啊，我们也明心，我们为一切众生读经，为一切众生修行，受持读诵言说。
都为一切众生，这个回向即回向是真的，不是假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这不为自己啊。明宣力量极大，怎么个大的那种程度呢？跟一切诸佛菩萨那个熏力相结合，这个力量就很大了。前面不是说吗？戒得三宝加体，所以这个力量就大了。是这么一个道理。此经功德殊胜，为十方三宝所护持，一切天龙所恭敬故，人能如是行之，便是实际利他，便是移开道眼，便是观照一真法界，便是行利益一切众生之利相不施。我们看这个，这个里头的几句话都是真实，没有一句是赞叹鼓励人的，不是。你要这么看法了就错了。真实法里面没有客气，完全是给你讲真实。那么这个经典殊胜功德，前面说了很多，它是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学的原理原则，就在这个经上。而原理原则呢，是在讲只有两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全经的核心啊。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从小乘出国去拓还呢，他修的什么不管修的哪个法门，理论依据那就是无住生心，一直到大乘证得圆教的佛果，还是无住生心。所以这个经是一切如来成佛的精要心要，功德之殊胜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所以是十方三宝所护持，经典所在之处，十方三宝护持的那个地方。诸位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你要是真正有大悲心的人，你想想你的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在外国在远方，你把《金刚经》《无量寿经》寄两本给他，那个地方不就有经典了吗？他念不念不管他，念更好啊，不念那个地方也有佛菩萨守护啊。常常存这个心啊，这就是大慈悲心啊。除非我们没有地址，没有办法。有地址，我们都尽量的去做。那么现在呢，还有更方便的，我们的录音磁带可以寄。有些人呢，在国外住久了，连中国字都忘掉了，书寄去他看不懂了，但是录音带他会听。那我们连书跟录音带统统寄去，
亏心的。如果更有好的机会的话呢，应当多多劝劝他，不要劝他本人，本人年岁大了不想学了，他总有小孩，哪一个做父母不爱护自己的子女呢？你也可以劝他，劝他了，叫他的小孩在国外啊，要学华语啊，这是几乎今天全世界都公认的。下一个世纪，中国会强大。中国有12亿人口，中国的华语将来在世界上可能代替了英语。你小孩不学华语，将来会吃亏呀。那华语怎么学呢？那听录音带呀，杜甫经啊，是杜甫经听录音带嘛。对，你看你华语就学会了，这个中国字就认识了。你用这个方法去教他，你说你教小孩用这个方法来学华语，一举四得。一桩事情里面四种收获，第一个中国话学会，第二个呢中国的文字认得了，第三个不但中国文字认得了，这个经是很浅显的文言文，文言文也学了这将来连中国古书啊他都有能力阅读了，第四个呢开智慧呀，学佛开智慧呀，一举四得了所以啊常常想到哪些朋友在国外在远方，把这个寄去顺便写一封信告诉他，一举四得。他要听了有这么多的好处，他会叫他的小孩啊，督促他的小孩真的用功啊去学习。小孩要是学习了会影响家里人，会影响大人，民训之理不可为所以这个是佛力加持，一切天龙所恭敬故，天龙鬼神是护法神，经典所在之处护法神护持，护持这个地方，哪一个人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护法神一定保佑这个人这个人即使命里头有灾难，那个灾难也会化解掉为什么呢？他有大功德，人能如此行之，能够依教奉行，能够这样去做，这就是舍己利人可见呢，舍己利人这个事情不难做难在你常常有这个心，有这个意思我们每年像这些经书总都印几百万册，向全世界赠送，只要有地址给我们，我们一定送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这样做，那我们送的地区更广，就送的更多，就经书运到这个地方，大家拿到你多拿几本没有关系，送给你们一些亲戚朋友我们这里不是限定一个人只拿一本多拿几本也没关系送的地方越多越好送完了我们赶快就再印那么这是舍己利他，这就是开了大
道眼开了，不再自私自利。他知道要利益一切众生，便是关照一真法界，也不限于我这个小地区了。我们会把心量脱开，要知道利益整个世界的众生，还要利益尽虚空变法界的众生。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地区不好，很好啊，这个地区很好。我们四周围的邻居不好啊，邻国不好，邻国有难，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啊，不舒服啊。我们过得很好，我们这个四邻几个国家都很好，我们过得很安心啊。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这个地球不好，其他的星球发生变故了，我们晓得这个地球会受影响，必须其他的星球星系啊也都正常的运行，我们此地则平安无事。这就是为什么经上常讲到虚空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体，所以我们要把眼光放大放远，关照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尽虚空变法界，那么这个就是真正在行利益一切众生，利相不施。真的理想，不为自己，我相没有了，我见没有了，为一切众生，虽为一切众生呢，没有主一切众生的相，所以人相、众生相没有了。虽然不断地在做，念念相许，没有执着相许相，所以受者相也没有。这是立四相，立四见呢，真的是做利益众生的，不是工作。便是信心不逆，依教奉行。这个信心不逆四个字要这样做才圆满了，才真的会做了，会修了。要用世俗人的言语来讲啊，会过日子了，他会生活了，就是这个意思。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何当如来？虽成就不可思议功德，心里面若无其事。虽然若无其事，一切不执着，但是确确实实那个功德存在，不是功德没有啊，它真有啊。这样做是真正的续佛慧命，真实的弘法利生，这真干的。其效力之大小持俗，全是当人观行之力如何啊？这样去做，有的效力很大，很快就见到了。有的效力效果比较小，而且时间呢很慢。这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我说，真诚，完全在你心底真诚的程度。
这个地方讲全是当中惯性之力，真诚在惯里面，惯是惯念啊，就是你的想法跟看法，行是你的行为，你的做法啊，你是怎么个做法。我们今天是在讲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得很快，往后传播的速度跟这个念比现在更广更快。现在这个电脑有国际连线，那么有一些同修告诉我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人做的大概我还有几部经他们送到这个国际网络上去了，告诉我在全世界有5000万个单位可以收到这些资讯。这个是从前人无法想象的，这个的的确确呢是轻而易举的就把佛法推广到全世界去了。所以方法我们要懂得，我们的真诚心最重要，如果没有至诚真诚，推法推得再广，那个感人的这个摄受的力量薄弱就是人家接受之后他没有很深的感动这个很深的感动摄受力完全是真诚的力量，是发大心者当下便可起而行之也。发大心就是前面所说的法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的心，那个心就是大心。换一句话说，就是发度一切众生圆成佛道之心。发这个心呢，你立刻就可以这样做，不要再等待啊，读诵受持没有问题，为人演说我现在还不显呢，我对佛法知道还不多，我还不能讲经说法， 这都是自己错误的见解。佛在这个经上叫我们马上就干了，而这个经是大乘了义经典，不是普通经啊。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法？你全部经不能讲，讲四句偈吧。这四句偈就是指这个经上任何四句的经文，你懂哪一句你就讲哪一句，不懂就不要讲了。所以叫你马上就做啊，不可以等待啊，马上就做你就得三宝加持，你就开智慧，就消业障。如果还要等待，现在不行，等我多学几年，那个意思就讲我现在业障还不够深，再深几年，你搞这个吧。这个念头错了，
不可以对自己有疑惑。大乘经上常说，以为菩萨第一重障啊，最重的障碍啊，对自己不要疑惑，要相信自己确确实实具足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不能现前呢？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把你盖住住着，你智慧德能透不出来啊。不要再疑惑了，断疑就生信，信心清净自生实相，这《金刚经》上说的。你要来问我，你能不能学讲经说法？我就问你了，你对自己怀不怀疑？我想我不行，我就点头，没错，你是不行。我怎么知道你不行呢？你怀疑你自己，你怎么行呢？如果你来跟我说我不怀疑，我有信心，那我会点头，你一定行。我的话没说错，可见的这个问呢，答在问的那一边啊。这个都是真实啊，一定要自己建立信心。先看底下这段经文，若灭罪行，先是这个教义无比的殊胜。请看经文：佛此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清净，世人先世罪业应度我道。这是首先为我们说明修学大乘，修学了义的大经，还会被人轻敬啊，轻视，你瞧不起啊，轻视你，小看你，或者是加以回报你，讥刺你，侮辱你，都包括在其中。有没有这个情形？有，自古以来就有。所以这一段话世尊一定要说。我们看着去，因教义殊胜，能灭先世重罪的无上菩提，于证菩提必先消除俗障，福德方为圆满。这个是先把大前提为我们标示出来。教义的殊胜，殊胜在哪里？殊胜在灭罪。这一段经文呢，是从灭罪来写示的，能灭先世重罪。这个重罪就是阿鼻地狱的罪，灭罪才能得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成佛啊，在理上讲一点都不错，在事上讲啊，没那么容易。
礼上是叫你放下，叫你舍，事上是放不下，舍不掉啊，就难在这个地方啊。舍了见思烦恼，你才证阿罗汉果啊。舍了尘刹无明，再舍一分无明，这才能证得圆初住的果位啊。无上菩提是要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也要舍掉。你看理论方法就是一个舍，舍就是无度，理论上没错，事实上难。如何把事上的艰难变成容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问题。假如不能把这个难事变成易事，凡夫要成佛根本就不可能了。这一桩大事情啊，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先想到了，他是最先想到的。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啊，他在做凡夫做过往的时候啊，遇到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老师为他讲解佛法，他真的是信心不逆，依教奉行，他成就，他了解设法无量无边刹土里面罪业极重的众生，不容易成就啊！不但成佛难，脱离三界轮回就不容易啊！所以他把极难的事情要想个方法变成极容易的事情，令一切众生个个得度，这是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恩德。这样的大恩大德有几个人知道？念佛人学净土的人几个人知道？几个人能说得出来？糊里糊涂的修啊，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糊里糊涂去了，也很难得了，很可爱，不容易啊。到了西方世界你才真明白真晓得啊，佛对我们恩德太大，粉身碎骨没有法子报答，把这个极难的问题啊把它变成极容易，这个是所以一切诸佛赞叹他佛中之王，这个话不为过。于真菩提必须消除俗障俗世的业障，我们现在讲习气，无世界来的习气，这个东西要消除啊！这消业障，消业障用什么方法消最好呢？念佛，《金刚经》上的原理，应无所住。这个无所住啊，就是放下万缘，放下万缘就是无住啊。提起正念，这个正念就是一句佛号，那就是儿生起心，
什么心呢？念阿弥陀佛的心。像这个弥陀经上讲的智持名号，智持名号就是而生其心，放下万缘就是应无所住。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一个真正老实念佛人，可以说他修的是圆满的金刚般若波罗蜜。他用什么方法修？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修，圆满的金刚般若。有一些人不明教理，轻视念佛人，以为念佛这一句佛号三岁小孩都会念，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得啊？这个人真叫不通之人啊。这句佛号不简单啊，一切诸佛都护念，一切诸佛都赞叹，哪有他说的那么容易？这一句佛号把极难大问题把它简化了，把这问题解决了。所以你要是越是细细去想，越不可思议。业障消除啊，用这个方法消业障，用这个方法断习气，福德方为圆满。这个法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诸位同修必须要细细去思量，真正是第一法门的。我早年在美国讲经，有一位同修来问我，他说：“法师，假如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现在讲的大藏经，只允许你选择一部经，你选择哪一部？”我说：“我没有考虑，我一定选择《佛说阿弥陀经》。”他当时也很震撼。为什么我要选这部经呢？这一部经是第一经。为什么不说无量寿经是第一经，阿弥陀变成第一经？诸位要晓得，如果为自己来说，越简单越好啊。无量寿经的经文太长了，越简单越好。你看莲池大师念佛，他叫人念6个字，自己念4个字。你要想成功，越简单越容易，越简单越得力。大家要记住这一个原理原则，不是学的很多很多就好，很多就杂了乱了。这佛法里面六波罗蜜就精进啊，精是纯而不杂，那个劲才有力量啊！你要是杂劲乱劲，没有力量。这个原理可以应用在事出世间一切法上啊！打仗用在兵法上，他这个兵力攻一点，容易攻破啊。那个力量强大，
如果把力量分散了，兵分散了，全面去攻了，决定失败，不能成功。我们修学佛法也是如此。姜维农就是40年就一部《金刚经》啊，所以他这个《金刚经》的注解、这个讲义啊，诸位可以把《大藏经》自古以来有100多家的注解，《金刚经》注解，你拿来看看，比不上他。他变成古今《金刚经》的权威了。你说为什么？人家一门深，所以他有这个成就啊！他要学个10部经、20部经，他是平平常常，没有可取之处啊！可贵的，他就是一门深，他的成就。民国初年还有一个人也了不起，跟姜维农居士一样，周芷安居士，他也是一生大概也用了30-40年的功夫，般若心经啊，他有一本般若心经全著，可以说是集心经几百家注解之大成，他成功成为这一部经的顶尖的人物啊，这才可贵啊。所以我劝勉同学们啊，你们如果要做顶尖的人物，将来真正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何等如来，应当怎么做？一部经，一本深入，你才有不可思议的成就啊！也许你们会问我了，那你自己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自己不能这样做，不是我不想这样做，我很想这样做，时间因缘没法子啊，讲经的人太少了。如果有人有个法师讲《金刚经》的，能讲得那么透彻的，我绝对不讲这个经。如果有人把《华严法华》讲得透彻的，我也绝对不讲这个经。我一生呢，我会选择一部经。我会选《弥陀经要经》，简单明了，我专讲这部经啊！我也不会讲《无量寿经》，现在的无可奈何，没人讲啊！台湾有个开心老法师，碰到我就劝我，劝我讲《华严经》，给我讲了有10多遍了，这个法师啊。你要再不讲《华严经》，以后没人讲了。我说这个事情我知道，我说我会放在心上，如果有机缘我会讲一遍。我做的这个工作是为后世，而希望大家是一个人专精一部，3年就小成，7年就大成，7年你就是世界级的专家权威了，3年你可以在自己国家里面成为权威，你是这一部经权威，7年你变成全世界的权威。我说的话都不是假话，要专要精。
加上真诚羞耻的功德，三宝的加持，真正不可思议，确确实实能够救度这个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么今天问题就在你肯不肯发心。在家的同学们也可以做，弘法利生，人人有份啊！也不要把这个责任统统推给出家人，出家人不干，在家人一样干的。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居士们讲经说法的不少。我知道的就有二三十个，比出家人多。希望大家都能发现，为人亲近如山抱去入等，就是刚才讲过的讽刺毁谤侮辱你甚至陷害你都有，这些事情都有啊。广言之，凡遇困难扶逆之事皆是。你遭遇到困难，遭遇到曲折，遭遇到障碍，都是这一段经里头所说的意思。世人心是罪业印度不道，这是说明这个人被人亲见的原因。那么由此可知，遇到这些障难亲见，正是为自己消业障啊，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啊，决定有佛护念，有护法神保护，是替我们消业障。业障消掉的时候，自己境界又提升了一层，这哪里是坏事，大好事一桩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来亲见我们、侮辱我们、找麻烦的，念阿弥陀佛，谢谢他，他替我消业障了吧。决定不能有怨恨之心啊！这我做的好事啊，好事在这个时候有人亲近，当然是自己有业障，消业障没错。第二个是众生的缘没成熟啊。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以讲经这个例子，讲经好事情的被人障碍了啊，不能讲经的。第一个是自己有业障，小业障。假如众生呢，文化的缘熟了，有龙天保佑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找你麻烦阻扰的人也障难不住，业障，众生的福报太大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遇到障难，一方面是自己有业障，一方面是众生的缘没成熟。所以好事一桩，不是坏事。众生的语言未成熟，如果众生语言成熟，就是道场都由佛菩萨来建立，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操劳去经营了，佛菩萨会建立道场给你来弘法利生。哪里要自己操一点心，所以金刚经读熟了读通了啊，就心开意解，真的快乐无比啊。纵然遇到极大的困难
心里啊都是很快乐的。凡人造业，无论善业，无论是善恶，皆是熟者心清。前生造恶，今生未堕，待诸后生者，后生等到来世，这一生没堕落，因其前生造有善业，其果先熟，这是一个原因。前生造了恶业，但是这一生呢没有堕三途，还在人生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前世也有善业，那个善业先成熟，先受报，恶业还没报，是这么一个原因。这就是说的修学大成，舍己为人，利益众生，为什么还有遭遇的不顺利这种种障缘？这个把原因呢完全说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绝对不会怨天尤人，只会生惭愧心、欢喜心、感恩之心，会生这个心。这个是自己福慧增长、业障消除的现象。如果遇到横逆之事，心里有不平，那就叫业障邪气，罪没有灭的啊，他所现的是业障，心里就愤恨不平了啊，这是业障邪气。这个人没有福慧，有福慧的人，他那个心情态度不是这样，他生欢喜心、生惭愧心、生感激之心，这个不一样啊，绝对没有怨天尤人的这个念头。这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心里有怨恨的，糟糕，业障现前了。那怎么办呢？念金刚经有好处啊，金刚经多念，念得很熟，一遇到这个事情，心里马上警觉到，正是所谓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一念怨天尤人的起来不怕，第二念头呢就改过来了，不再怨天尤人，晓得自己的业障啊，众生福德因缘没现前，是这么一回事情。这个第二个原因呢，或多生善果之余福未尽，而恶果受报之时又未到，这是第二个原因。大概总不出这两个原因。你过去生中修集这个善，修集的很多，在前一生虽然享福了，还没享完，还有余福，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又到人道来享受余福。过去生中造的那个恶业，恶业还没成熟啊，就是那个受恶报的那个时间还没到，所以这一生呢修持遇到这么一些事情。今天晚上我们讲的这一段，诸位同修来听的人都很有福报啊，因为这个事情啊
这常常会遇到啊。你要不晓得，你不知道回头啊，这个不得了啊。你真的懂得了，明白了，哦，以后再遇到这横逆之事，你的观念会转过来，哎，那你真的消业障，增福慧。这一段经不太容易听得到的，啊，所以你今天来很有缘分，你也很有福报，你能听到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开导。所以今生尚未堕落，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还没有堕落，原因不外乎这两种。这个没堕落实在讲是非常非常的侥幸，虽没有堕落，要知道我们现在绝不是踏在堕落的边缘上啊！一不小心啊，就下去了。所以这一段经文真的是要牢牢记住，回去多念几遍呢。这个经本，诸位家里面都可以拿一本带回家去，已经拿回去的就不要再拿，没有拿回去的带一本回家，我这次到这里讲这个经，经本是送来8000本，应该是足够用的，有8000本经本在此，回去常常念念，常常想想经里面的道理，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修行就是过日子，修行就是你每天的工作，待人接物。把握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守住这个原理原则，你就是在修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所讲的受持读诵，你做到了。为人演说，我将才教给你们许多的方法，我们把这个法门经书经书磁带送给一些亲戚朋友，这都是为人演说，那个意思就是要把佛法普遍广泛地介绍给一切大众，这个面越广越好。为什么呢？经典所在之处，诸佛护念，龙天拥护，确确实实能保平安呐，确确实实能带来世界和平。我们要有真诚坚定的信心，才不辜负佛菩萨的